好，那我们放到122页。我时作是念：合法无故则老死无，合法灭故老死灭。即正思维，生如死无间等。生无故老死无，生灭故老死灭。如是生有取爱、受触六入处，名色是行广说。到行。想让他道行呢，因为基因的行。再来，我复作是思维，合法无故行无，合法灭故行灭，即正思维如是无间等，无明无故行无，无明灭故行灭，行灭故是灭，是灭故名色灭，就推到过去。名色灭故六入处灭六入处哦，这段我都卖念嘛吼，我搁看后一段。我时作是念，我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道的八正道。古仙人境，古仙人境的苦集灭道。所以古仙人道基，古仙人从此积去，我今随去。譬如有人游于旷野，披荒密路。忽遇古道，古人行处，彼则随行，渐渐前进。其实我是吼对古早人，古早人吼，伊安那行，我就对安那行。但是吼，一直咧行的时阵哦，慢慢啊，好的景色拢一直出来。这里大智度论我哪有讲？伊安那讲咧，伊讲吼。大智慧是海，咱是咱什么时阵的时候，已经刚刚吼，咱一直接近大海啊。就讲咱咧修的时候，免啊感觉讲啊，咱已经智慧已经一直咧开啊。伊讲吼，当你看到原路的路上呢，树木越来越少了，山也越来越少了，房子也越来越少了，那就是呢，快接近海边的。安尼你讲了，这叫做古仙人道跟道基。所以我讲，你讲吼，那修的人吼，伊是不是慢慢的感觉讲，伊的高位慢慢来出来。啊，有高位的人，伊是不是知已经解脱了？我讲绝对知的，哪有可能不知？啊，无敢遐好呆。啊，都愈行愈无看树啊，无看厝啊，无看，迄个，都表示海边愈来愈高啊，毋是已经接近大海啊，所以呢，渐渐前进呢，建固成邑，古王宫殿吼，愈来愈水啊，对无吼？圆光浴池，林木清净吼，比作是念：我今当王，白王令之，既往白王。大王当之，我游旷野啊、这王是啥？王的是自信佛啊！你行的时候，家己讲讲哦，伊都没搞啊，没搞啊！我游旷野的披荒求路，忽见故道古人行迹行处，我既随行，我随行矣呢，见故成一王宫殿，圆光浴池。林流清木，清净，大王可往，居止其中。你讲哇，这再好的所在，我准备躲，所以叫做法身遍法界，安稳，常住。发心的是法王。王比止住其中，丰乐安稳，人民炽盛。福慧具足，这比较。这是庄严，这庄严就是庄严在已经，法王住王宫吼，能够心静则国土静啊。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境，古仙人机，古仙人居住，我得随去为八正道。再来，我从彼道见老病死，苦集灭道。再来见，一直往前推到行集行灭
行灭道基，我与慈华自知自觉，自知自觉的，哇，大海越来越接近了。臣等正觉，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及域外道士、沙门、婆罗门、在家出家、比诸世众闻法正相，信乐，知法善，患恨增广，多所劳役，开示显发。我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我所说，欢喜欢喜。我稍微点一下哦，这个今天你本来想要讲不讲的哈？128页，128页最后一行，复问如何？老死自作吗？还是他作吗？还是自他作啊？还是呢？非自非他无因作呢？哦，这里破四身，是吧？哦，回答说：尊者舍利弗，老死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自他作。也非无因作，难比生缘故有老死，这下缘起有无自性的因缘和合有，无自性的因缘和合有，叫做相待有跟缘起有，无自性的因缘和合有，这叫做三足鼎立，二一。好，三足鼎立哦，咱伫个下一段会看到哦，我先报恁看。129页最后一行。